食材只要新鲜，料理就成功一半。这王跳跳一定有够新鲜的，来的呢肯定新鲜，米酒当然也要用新鲜的。啊，这瓶天味料理米酒是用当季新鲜好米存量，能让每道料理提味增鲜，更有风味。这波哪敢欧起来，人客就一起来。天味料理米酒，为料理添美味，